今天凌晨湖人召开媒体日，老詹几乎全程都拿着他心爱的墩墩桶，可谓是爱不释手，就连做自己标志性的霸王布也不愿意放下。这个墩墩桶娜姐在直播的时候也有推荐过，罗斯和詹娜也都在用。都知道人体每天要补充1500到2000毫升的水，这个墩墩桶呢一壶就能够满足咱们成人一天的饮水量。还有喝水提醒功能，两种携带方式非常方便，一个墩墩桶让你爱上喝水。抖音